小朋友伫台顶跳舞，对着音乐每一位是愈跳愈认真。这是信义用用伊的小朋友特别为长辈准备的舞蹈活动。利用暑假期间，幼儿园的孩子本来就我们要做这个设计服务，那刚好今天我们安排跟我们口湖老人会馆这边，那我们孩子能够去那边做一个表演，跟我们社区的老人可以共同欢乐。我们孩子有表演的节目，可以带给老人一些快乐化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孩子也从过程里面学会去付出，去关怀社区，关怀老人。对我们来讲，我的老少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结构的这样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里面，还让孩子学会了去感恩，去服务别人。小朋友除了跳舞让长辈欣赏以外，还帮长辈抓铃，让每一位阿嬷是欢喜到学乐不停。真牛啊！你真牛的，抓了真爽啊，很快啦，快活啦，舒服啦，牛，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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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定表示除了准备表演，还特别将游泳衣所在种的蔬菜摕来送给老人回馈，让小朋友学到一份小小的心意，也当回馈社会。因为后上其有一个观念，那我们在那里有一些资源，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些老人来用。这是我们顺便带了一些我们自己家里面种的那些当归啦哈，这些菜可以分享给我们这里的老人。我想让孩子学会如何去付出，去关心别人。小朋友舞蹈以简单帮长辈抓铃来表达因的心意，虽然不是专业的，不过对阿公阿妈来讲，简单的陪伴已经让因非常感动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